橙色中青会青年团的团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了这个青年团的捐血活动，反应很好。我们我也感谢我们的本会永久名誉顾问大董陈超耀总长来到我们的现场，来给予我们支持和打气。那么今天呢，有许多赞助商赞助这份这个礼品给这个成功捐血者。那么整个活动下来呢，我发现到哈，我们年轻人真的需要注意这个健康的问题。因为第一，像去年有曾经成功捐血的朋友呢来到现场呢，这一次检验呢不过关，所以这种情形呢，我觉得会一直延续的下去，让我很担忧。那么时下年轻人的这个健康问题，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健康问题哈，因为未来的路我们有很长很长的走。那最后我要感谢这个我们的本会永久名誉会长的陈超耀到现场给我们支持，谢谢你，达多。